奶奶平时做面膜吗？不做，不做。我准备今天给她做一个 SPA， 可以尝试一下。奶奶，奶奶，她给你做个面膜。我们进屋做个 SPA 吧，然后打扮一下。小面膜，做个按摩，面部按摩，美美的去吃晚饭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。哇哦，奶奶好疼你啊！连我看陪我嘛，讲点我。哇，奶奶的花招哇哇！哇，这奶奶年轻的时候。对。大姐，就女孩，我女孩那边女孩。哦，女儿那边。女孩那边看见。嗯。大姐，她是小波爸爸。啊，小波爸爸。我大姐结婚的时候在广州，嗯，那一次。哦，你大姐去广州的？对对对，我堂姐。大姐就广州。这奶奶以前结婚的。哦哇，哦，这个是年轻的照片。对。真年轻。结婚的。这阿拉弟弟也归我看了嘛，这爷爷喽。这我爷爷。那我们先给奶奶敷个面膜，然后打扮一下，行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饭。讲点虚头啊！哎呀，我来，好不好？奶奶坐吧，哎，坐哪？坐这儿。那小溪，你到外面等我们一会儿吧，我们好了喊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大概十分钟。哇哇哇！交给你了。交给我了。奶奶，千万眼睛不能。就是如果流到眼睛里，一定要跟我讲啊！啊，奶奶是第一次啊，奶奶，奶奶个人面膜首秀，秀秀，奶奶见了脸没恩，我了，我做这面过过过。以前我就涂麻药剂了。以前她年轻的时候好漂亮。是啊，奶奶现在皮肤也很非常细，先把眼睛闭上啊，不要睁开，奶奶。我们就没有。感觉奶奶有点紧张，OK， 手这个时候可以给奶奶做个手膜。奶奶手长得也很秀气的，对不对？会。哦，这个要套。对。奶奶一会儿想穿什么衣服去吃饭？主要是浪呀。她说就这两件，就这两件，是穿这一件。我前件两条样，她主要是蛮陌生的。那件她原来是那个结婚后。哦，结婚穿的衣服啊，那保存的好好啊。奶奶想梳个什么样的头发去啊？好的，编个麻花辫，好不好？我看奶奶那个，她刚才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编的这个麻花辫，我们要不要编这个？奶奶喜欢吗？嗯，编，那是什么？可以啊，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帮奶奶编吧，编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分法，无界限分法。奶奶，我编的不好，你不要嫌弃。要练琴啊。到时候怕编太紧了，把奶奶弄疼了。没事。会，这个可以了。会。我慢慢弄。OK。你看这样子年轻许多。嗯。超靓女。